新北国王使用五小阵容，让强森在场上拥有绝对的身高优势。简廷照喊出战术，善用强森的身高。富邦勇士在过半场后采用五外布阵，廷照和强森在左侧高位进行挡拆，两侧底角各站一名球员，外站在右侧翼位。这种五外布阵创造了宽广的进攻空间，使得对手防守难以轮转。廷照突破中路，对方中锋秀出来后还原，强森快速下滑，志杰上提，外成为中转站，将球送到强森手中，完成完美暴扣。可能杜邦这边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，要不要把小夫换回来啊？嗯，因为他个人是五犯嘛，但是这种关键时刻，你让他在场上去攻击禁区，稳定性是比较高的。场边的球迷一起防守，强森的挡人。在往篮底下交，强森的双手扣篮，为台北富邦勇士成功止血。总结来说，这个战术利用了对手身高的弱点，在拉开空间下挡拆，外加一个高低位的传球中转战，让对方的防守难度倍增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订阅。感谢收看。